董事长大人，你想不想知道你的老婆刚刚是怎么被困在公司门外进不来的吗？知道事儿。当然，你们的指纹机每次都不好用，要不是有人帮我，现在还在外面呢。卓氏这么大一个企业，为什么只有我像一个外人一样呢？我马上派人去查查。不，你现在亲自。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是吗？我开玩笑的。我知道。不，你不知道。 八千万，八千万一次，八千万两次，八千万三次，八千万成交。